这段经文其实大家蛮熟悉的了。我们在第十四章，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设了一个，讲了一个比喻啊，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讲到一个天国的宴席的比喻。其实，在马太福音，我们看到是一个国王来娶这个给儿子娶亲。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了这个在一个特别的盛宴中，神所邀请的人。啊，他邀请什么样的人？那我今天为什么讲这段经文？因为我们下礼拜有布道会，那我们要邀请很多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我盼望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请人来到我们中间，请一些的你的亲朋好友，也请一些你不认识的人。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出去发单张呢？就是让那些不认识的人也能来到我们中间，也能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十四章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来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吃饭，这个人是个法利赛人的首领。耶稣在家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带了一个水肿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当为什么他要把一个水肿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呢？我们知道那天叫安息日。什么叫安息日？安息日就是不能做任何工作。那一天如果耶稣要医治那个水肿的人，那耶稣就犯了犹太人的律法。但是耶稣在这里很智慧地问到这个犹太人的问题。耶稣就说，如果你们谁的儿子或者谁的财物驴或者马掉到这个井里边，你们今天不去救呢？你们要去救。所以当神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你看到耶稣第七节说，耶稣看见被邀请的客人选择了高位，那也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坐在高位，那坐在高位的必然要降低凡抬高抬自己的必要降卑，自己谦卑的必要升高。那么耶稣在这时候就讲到了一个比喻。在讲比喻之前，我们知道有一个法利赛人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很有意思。他说，在神国吃饭的人是有福的，在神国吃饭的人有福的。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在神的殿中，我们也在神的家中，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以在神国里吃饭神国里吃饭，这是有福的。我们感谢主。所以这次我去了洛杉矶，那么在洛杉矶呢，礼拜五的晚上，上个礼拜五的晚上，蔡牧师请我吃饭我们是多年的同工。那在吃饭的时候他请我的时候，突然他告诉我说，今天这个饭好像咱们不能到我家吃了，吃不成了。我说为什么这个请我吃饭突然又吃不成了？这个挺让人家不好受的，对不对？人家请了你，那然后突然又不请了，你就很难过。所以他就告诉我理由，他说因为太多的人想跟你在一起吃饭，我们家坐不下。所以呢，因为知道你来了，那本来没有通知他，我没有通知他，我这次的 schedule 是跟他们教会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老同工就打个电话寒暄一下，他说你今天晚上到我家吃饭我又请几个牧师到我家吃饭。结果他说知道你要来吃饭，很多人都要吃饭，那我们家就坐不下了，我们改个地方好不好？我说那没有问题，只要你请我吃饭，这改地方我没关系，因为我们都喜欢去别人家里吃饭，对不对？当然我们也喜欢在自己家里吃饭。后来我们就改到了教会，当然我看到这个饭就不是我们牧师之间一起吃，来了120多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吃饭。所以这个当然牧师做了很多好吃的弟兄姊妹带来很多好吃的，所以在神国吃饭是一种喜乐。那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好多年没见了，有的时候10年没见我了，那我们就在一起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交通。我也跟他们有一段经文的分享，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都渴慕弟兄姊妹在一起用餐。其实在整个的圣经中，我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是在一个迦南的婚宴中行的这个跟吃饭有没有关系？有关系。那么耶稣也用五饼二鱼使他讲道完的5000人吃饱这个也是，你看这个在神的国里面是经常吃饭的。为什么我们教会有午餐呢？那这也是在神国中吃饭，对不对？我们午餐可能没有外边的餐馆吃得好，可是为什么弟兄姊妹都喜欢我常常说我们的午餐里面有佐料，有特别的佐料这个佐料吃了会上瘾的这个佐料叫爱 love， 对不对？在外边我们好像吃的餐都是单单的饱是我们的肚腹，可是在神的国中，我们吃餐是一种弟兄姊妹在一起的神和我们在一起的一种爱宴，这个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去马大玛利亚的家里边也是用饭，耶稣在最后离世之前，在最后的晚餐中，他拿起饼来掰开了祝谢了，那么他拿起杯来告诉弟兄姊妹说，这是我的血啊，为你们舍的。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晚餐中，我们看到主餐的意义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化啊，从单单的一个饼和杯变成了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所以耶稣在教训里边有很多宴席的比喻啊，宴席的比喻，他提出一个普遍的大家重视的一个生活方式。这个宴席是整个的阿拉伯地区最重要的一个交流方式。我们今天在美国也是啊，你到亚洲可能你到广东去或者到香港去，你看到人们在一起建立关系的时候，他们到茶馆里喝茶啊，广东话叫饮么茶啊，饮么茶。这个饮茶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说，你到那个广东的餐馆或者香港的餐馆，你讲话你根本就听不见你的声音的，因为大家声音非常大，大家非常的热烈，不在于吃什么，乃在于那种关系的建立。那我们在美国发现，美国也是，美国为什么，我发现美国为什么房子都比较大啊，建的它里边建很多很多的 room 是平时不用的，其实都是给你开 party 用的，对不对？你平时能用那么多房间吗？你不可能，对不对？你是 darling room、 living room、 什么 room、 这个 family room， 很多 room， 其实你一个 room 就够了。但是当你一请客的时候，你发现不够了啊！我记得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一包饺子就拿来50人、100人啊，有时候家里放不下，现在我们也开始到教会来包饺子，嗯，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宴席啊，这个宴席我们也叫它天国的宴席。当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谁能够承受天国的宴席？如果我们把这宴席比作救恩的话，谁能承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谁能承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参加天国宴席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接受了邀请，最后就失去了参加宴席的福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天国的宴席？为什么那些拒绝的人引起上帝的愤怒，而那些过去没有被邀请的人，神要到路边把他们找来？这是今天我们通过这段经文要思想的，没有错，神把这个救恩啊，在这一段经文中，他比喻成是一种天国的宴席。他告诉一些他非常慷慨的邀请那些预定的人来到他的宴席之中，他也非常慷慨的允许那些没有邀请的人后来来到他的这个宴席之中。这里边告诉我们说神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的。我们知道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第一点，神的救恩赐予那些不配领受的人，你我都不配领受你我都不配领受。我们过去是外邦人，保罗说与神的救恩无份，我们没有神，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当犹太人拒绝救恩的时候，福音开始临到了我们。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摆设了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呢，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在探讨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之前，我们知道在耶稣讲这比喻的背景是他在一个法利赛人家用餐。当时用餐的环境啊，是耶稣法利赛人当作很尊贵的客人把耶稣请去了，可是却没有让耶稣坐在上位上有一个法利赛人坐在上位上。那个时候的桌子有点不是我们今天吃饭这桌子坐着的它有点像我们东北那个炕，大炕，有点像东北的大炕，它是 U 字形的，所以人坐在旁边正中间那个是一个主位主位，两边都是客位。那么那个主位当时坐的人是一个法利赛的人法利赛人。所以耶稣就发表了这场的谈话。我们知道在耶稣在谈话的时候，这是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来吃饭，他也设了一个陷阱，他把一个水谷的，圣经说水谷的，其实是水肿的一个人放在那里边，他看耶稣要不要医治他。我们知道耶稣就反问了法利赛人，如果是你们的亲人儿子或者你们的财物
出现了危险，你们要不要医治他？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耶稣一进门就遇到了试探。我们在圣经看到好多时候耶稣常常遇到法利赛人的试探，对不对？当法利赛人试探的时候，耶稣都真的有圣灵的带领啊、带领能够把这个事情完全的完美的解决，完美的解决。所以当耶稣讲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来分析这段经文，分析这段经文啊。所以当耶稣邀请的人，圣经讲得很清楚，他邀请的是已经预备的人，神已经预备，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撒的后裔，是雅各的后裔，他们有他们祖宗的神，他们靠摩西的律法可以得救，他们靠摩西的律法可以得救。所以当我们知道，当耶稣在这个时候讲到第一批邀请人所面对的情况的时候，这邀请人我们看到表现很不同。圣经这时候说了，你看他说，耶稣说，有一个人摆设了大宴席，请了许多客。请客在当时来说都要提前请的，我们今天请客也提前请。那今天我们有 email， 我们可以打电话，但那个时候不行的。那个听说要派人去一个呀，一家一家的通知。那这个请客很重要，我相信耶稣请的是所有的犹太人。我们小的时候，我是家里请客的时候，我常常被派出去请客，因为我比较小，愿意串门啊、愿意串门。那这个妈妈就常常把这个工作交给我，妈妈常常告诉我说，某家某家一定要请到。那有些家我就不想请，你知道吗？有一家姓赵的，我就不愿意请，因为他家右派，但是我妈妈还是要请。我妈妈说，落一村不能落一邻，你知道这意思吧？就是说你丢下一个村不能丢下一个邻居。你当你请客吃饭的时候，你应该所有的都请。我们东北人呢，请客吃饭在什么时候呢？杀猪的时候，过年杀猪。我们请客吃饭不会说请你来吃饭，我们会很客气的说请你来吃血肠，你知道吗？这个为什么请你吃？因为血肠很不值钱。当然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也不吃血肠了，对吧？因为我们读了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说不可以吃血，所以我们就不吃血了。现在我过去我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华盛顿的有一个餐馆叫青叶餐馆，它有一道菜是很好吃的，叫五更长旺，这是台湾人的菜，对不对？五更长旺，那我每次吃五更长旺，我都告诉说你把那血肠你给我换掉，你给我换成这个豆腐，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不吃血肠。可是小的时候我们很爱吃血肠的，妈妈常常告诉你说，请客人来我家吃血肠，是表示说我请你并不是很隆重，是就是一个家常菜，就表示这意思，让你别不好意思，你也别带什么礼物。一般杀猪，我们家杀猪就是那一天大概这一头猪会吃掉四分之一，就是把邻居几乎都请来，只要能够得上的邻居，这是一个请客的方式。犹太人请客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请客是他们提前通知所有的邻舍啊，他们要来到这个哪一天啊，哪个时间。我为什么把它加一个晚餐呢？我相信那是晚餐。为什么？我们在西方晚餐是被重视的，对不对？我们请客一般都请晚餐，那午餐一般我们不请，午餐一般都是工作中大家在上班的时候互相请一请吃个午餐。那早餐呢就基本没人请，因为很少请人吃早餐的，不多啊，不多。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晚餐，那谁来与我们的神来吃晚餐呢？首先是犹太人，首先是犹太人。在神的整个的计划中已经告诉我们，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早就知道，他们通过摩西的律法，通过亚伯拉罕，通过以撒，通过雅各，通过他们的以色列的支派，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位神，这位神叫耶和华。这位神不仅创造宇宙万物，这位神也是他们的神。可是当他们在他们的整个的信仰观念中，他们有一个错误，他们一直等待着弥赛亚的到来。这里边就是为什么第一批人他们不来赴宴啊，他们一直等待着弥赛亚的到来。这个弥赛亚在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在希腊文叫基督，所以都是等待着那个救赎主要到来。这个跟他们以色列文化有关系，因为以色列人长期的被欺压他们这个国家四分五裂，被掳到世界各地，所以他们一直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有一天回到自己的国土去。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很悲惨的这个民族到希特勒的时候
是以色列人被屠杀的最高的时候，他们其实历史上一直被屠杀，一直被掳掠，自己的国土最后都没有了。那么后来到希特勒的时候，据说有700万，那时候总共全世界有700万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被希特勒杀了600万，这个民族就差点没杀绝了。后来剩了100万，到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整个的阿拉伯地区啊。有4个人啊，10个人只有一个犹太人，然后他们却复国了，这是上帝的一个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要常常为以色列祷告啊，以色列祷告。所以当这些以色列人，神邀请了这些犹太人，他们在等待着弥赛亚，他们不知道今天坐在他们这个坐席上跟他们一起吃饭的就是弥赛亚，他们还在等待，还在寻找，所以他们不愿意来赴宴。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宴会呢？耶稣基督讲了，说请他们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什么样子？什么意思？你请客，样样都齐备，啊，有厨师、糕点师，有鲜花，有音乐，啊，有歌唱家，甚至我们知道这个婚宴，如果在马太福音讲的婚宴，那是一个王的婚宴。你想王的婚宴会怎么样？你们可能在电视中看到了。当年的英国的王子，这个查尔斯王子的婚宴，看到没有？啊，英国没看见啊，我是看见婚礼了。那个电视上在全世界都在直播他的婚礼，啊，戴安娜王妃坐在马车上，对不对？啊，前面都是马队，那个婚宴何等的隆重啊，啊，何等隆重！我记得我这次去北欧，我参观了诺贝尔奖的婚那个宴席的地方，在斯德哥尔摩那个。市政府大厅，它有两个厅，一个叫蓝厅，一个叫红厅，啊，蓝厅、红厅。我们进入蓝厅，就是他们用餐的地方，那个设计很特别的，就是诺贝尔奖那一天，那个国王要来，啊，国王要来，而且很多的世界的政要要来，所以他们所请的人都在名单中一个一个写好的，名单中这个没有在名单里边的，也很难进去的。你像我随便我从那儿路过，我就一看到他们正吃饭呢，我想进去吃，他可能不会让你吃的，说这个不行，你不在名单里边，我已经，所以样样都齐备的意思说所有的东西都齐备了，因为是一个完美的丰盛的盛大的宴席啊，盛大宴席，那个亲自的设计者是上帝自己啊，上帝自己，他不仅是设计，他也策划，他也去通知他的仆人，去邀请人来参加这个宴席。这个宴席每个人的费用不低，但是却是免费的，免费入场。虽然那个宴席花很多的钱，但是来的人是免费入场的，所以我们知道救恩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付出了宝血的和生命的代价，但是对我们这些被邀请人来说，我们却因着信他，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上帝的国中，我们就可以参加上帝的宴席。我们感谢主，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奇妙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神的救恩是被不愿意思索的人弃绝的。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往下看，当那些被邀请的人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啊，推辞，他们原来接受邀请的时候推辞没推辞啊？没推辞，可是赴宴的时候呢，推辞了，对不对？接受邀请的时候他没有推辞，可是赴宴的时候却推辞了，这是很特别的。他们变了脸色。你看这段经文说，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第一个人说，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一看，请你准我辞了。他也用了一句很客气的话，说我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一看，请你准我辞了。又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我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那么再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这个连说请你准我辞了，他都不说了，他就很简单。所以我们看到在比喻中，上帝邀请这三种人，第一种是刚才这三个人，这类的人，他们已经被邀请，但是他们到
要开席之前，他们说准我辞了。我有什么样的理由呢？那我们知道，第一个的理由是买了一块地要去看一看，啊，买地确实要看一看，但是买地，当我们看到这个原文的时候，他用的是过去时，他已经买了地。请问犹太人买地之前，他能不看吗？犹太人是很会做生意的，对不对？他买地之前不仅看，他要做研究，做 research， 对不对？今天都不上网，他一定问问这个地，看看这地怎么样，图纸怎么样，那旁边有没有水，这个地的价钱如何？他已经都研究的他决定非常有把握了，他才能够买那块地。所以显然这个人是在推辞，啊，推辞，他已经买了这个地，啊，其实买完地了。你已经完事了，你是可以来参加宴席的，但是他拒绝了。圣经用了这个推辞很有意思，推辞的原文的意思就放在一边，放在一边，我不是立刻的去。那么第二种人呢，他说他买了五对牛，五对牛就等于他买了十只牛，他说我要去试一试。那么买牛呢，当然这个人是很富有的，因为能买十头牛不是穷人。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去试一试呢？因为买牛他早就看好了，或者如果他买了牛，他当然没有看好，他也隔天试也没有关系。为什么一定在吃饭的时候试牛？吃饭的时候可以不试牛的。其实你可以下午试牛，上午试牛，那你晚上你可以来参加 dinner， 对不对？那我们不可能说晚饭的时候我们去试牛，这个不合情理，这个也不合情理。那么第三个推辞的原因呢？说刚结婚，这个还有点道理。那么刚结婚，按照旧约的申命记的第24章第5节说，刚结婚的为了让妻子高兴，可以请多长时间假呀？一年，像这个比现在棒，那个时候男人可以一年不上班，所以娶妻好，娶妻可以一年在家里陪妻子，讨为妻子讨妻子欢心嘛，对不对？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们神学院的一个同学给我主持婚礼。他就说你可以一年不上学了，这个校长说这个不行，这还得上学，这个不上学得请假。他说你可以一年在家里待着不用上课，因为就业申命记说得很清楚，你可以休一年的假。那么这个人他利用这样一个法律上的理由来推辞，所以他不用说请我辞了，他都不用说，因为是在一年的婚假之中，根据利未记的律法。我们知道摩根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建议这第三个人说，你应该带你的妻子一同赴宴，既然是新婚，那妻子总是这个可以让别人看一看，那么美丽的新娘，漂亮的新娘带着她穿着美丽的衣服，夫妻两个一起参加一个盛宴，一个王的儿子的盛宴，这本身是一件很得体的事情，为什么不带他去呢？应该是带他去。所以我们想象这整个的场景非常的有意思。这个主人所请的人都不来了，都不来了。如果你有一天你所请的人都不来，你会怎么样？你家里都菜都做好了，结果一个都不来，你就坐那儿等，那就很难受的，你知道吗？这个吃饭这个是个文化呀，没人请很难受。人们请了，比如说一个小组吃饭，组长请了某某某人，没请另外某某某人，这个就麻烦了。那些某某某人一定是觉得你这组长不爱我，你不爱我，他会受伤的。所以我建议我们小组的同工们吃饭呐，请客呀，度假呀，想象别人的感觉啊，想象别人感觉。如果你是一个小组的，你最好征求一下他意见，他不去是他的问题，否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一个是他觉得你不爱他，你没有把他当作你小组的一员，第二个他觉得你们这是一圈，你们这一圈以后他也进不了你这一圈，他也很警惕你这一圈。所以在教会里弟兄姊妹，当我们请客吃饭的时候，这是一个要小心的，要文化，这个文化请所有的人，请所有的人，他不来没有关系，不来是他的问题，但没有请到那就是我们的问题了。所以你们看到说这三种人，当他们被邀请的时候，邀请的时候，三等人都拒绝了。这个理由第一个什么理由呢？借口是买地，这是属于产业范围、工作范围，产业范围了，财富的范围。第二是买牛，这是工作范围。第三个是妻子娶妻，
我们只要这是感情家庭范围。其实我们当我们今天追求主的时候，很多的人被这三种的问题来阻碍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也阻碍我们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大家想想是不是，如果教会一个聚会啊，如果妻子啊娶了妻子，或者我们正在结婚，或者妻子有什么问题，孩子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不来了。这个孩子就比神重要。这是今天工作上有加班，那我聚会就不去了，礼拜天我就不来了，加班去了，没办法，因为不加班老板不让，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当我们照顾我们的财富，我们财富很多，我们有股票，礼拜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一帮玩股票的人到一起研究股票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重要。有的搞的讲座，有的周末礼拜天礼拜六搞一些什么这样讲座那样讲座，甚至有些这个直销的讲座，都会吸引人到那里面去，人们就不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知道当面对这样的时候，上帝是不高兴的，神可以不高兴。所以我们教会讲太多的爱，但是我们很少讲上帝的惩罚，上帝的惩罚，神不高兴，神就会来用他的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三种推辞都没有理由，就等于说在三个方面，我们很多的人把上帝放在一边，让这三个方面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过去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这样没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亚当里，亚当里就是自我中心。什么叫自我中心？什么事情都以自己的事情为第一位。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以基督为中心。什么叫以基督为中心？就神的事情是我们生命的第一位。为什么？因为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在今天是短暂的，我们今天是有限的，我们这个世界有限的生命很快就会过去了，很快就过去。那个永恒的生命，未来的永恒是长远的，所以我们应该在永恒中投资。在永恒中投资，表示我们有一天在上帝的那个国度里边，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坐席，我们在那里有尊贵的地位。我们不要为今天世界的事情，我们来太重视我们自己，太重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刚才说，当这些没有借口，我很忙，我没有时间，我有事情没有解决，我还在担心很多事情的时候，常常成为我们追求神的借口弟兄姊妹，当我们有的时候迟到也是借口迟到是因为我的孩子多，我弄孩子我迟到，所以聚会常常会很多敬拜的时候，一边敬拜一边人来，一边敬拜一边人来，所以这个敬拜的同工就很辛苦了。他一边敬拜的时候，他一边走神。其实牧师讲道也是，讲道时人就走来走去，走来他也是会很辛苦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多小时分别为圣来敬拜神的时候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重要。我们要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经历上帝的同在，我们能经历神的话的喂养。同时，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神也能够帮助我们脱掉我们一切的重担，除掉我们一切的软弱。在敬拜他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刚强，得到喜乐，得到平安。所以很感谢主的，我们要把这时间分别为圣。我那天我看到一本书讨论迟到问题，讨论大陆弟兄姊妹迟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为什么大陆弟兄姊妹会迟到？是因为我们强调准时。那他就问，是你要提前来聚会呢，还是准时来聚会？包括服侍的弟兄姊妹，你是提前来服侍呢，还是准时来服侍？很多人说准时，他说那一定迟到。你相不相信？你们相不相信准时会迟到？准时一定会迟到。你看，那还主日崇拜10:45，那我就10:45去。可是，在你要出门时，突然有什么什么事儿，那你就耽误迟到了，对不对？不是准时，乃是提前。你们提前到，你就不会迟到。你提前你迟一会儿，准时了，对不对？你提前，你说我提前来，10:45主日崇拜，9:45主日学，那我要参加主日，9:45，我9:30到，我看看教会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排排椅子，主日学教室排排椅子，帮着弄一弄黑板，擦擦黑板，这些事情我可以做。为什么一定是别人做呢？我要去做，所以你要提前来那你就不会迟到了，你一定是准时的。你说我准时，那一定迟到，95%迟到，准时的人，想准时的人。
我今天很感动，我9:15我就到了，9:15我到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长老就来了，我们这个有一位从北卡来的一个退休的长老，李长老他们夫妻就到了，我看到这个小丁在这里忙了，然后很多弟兄一个一个进来了，然后戴维就进来了，许许静的儿子戴维。戴维来了，哎，我说戴维最近练歌没有？来来来，我们唱歌，我们唱一下你真伟大。戴维就来跟我再唱会儿歌，我看到一个一个的进来，感谢主，大家就开始各就各位，服侍的同工现在越来越好，而且我们教会的迟到的现象也越来越少。那今天我很感谢主，在我们敬拜的时候大家都坐齐了，非常感恩。所以这都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在基督里边，我们的生命是完全的尊主为大。在基督里边，我们已经过去的老的生命已经除去了，一切的事情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当我们懂得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蒙祝福了，蒙祝福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他们有了祖先的救恩，他们看到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们不认同弥赛亚，所以这些人最后都很多就得不到救恩了，得不到救恩了。你看到这些人都离开了吗？上帝，我们再看第三段经文，那么神的救恩临到那些没有机会的人了。那个仆人回来把这件事告诉了主人，主人就动怒了。这里边记载着一个动怒，主人动怒了啊，动怒了以后呢，他就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啊，到城里的大街小巷。”他这个比喻是表示在一个城里一个范围之内。大街小巷，领了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干嘛？来参加婚宴。所以主人不会浪费他的婚宴哦。这个我记得我有一天我读这个新闻，读到了中国的主席胡锦涛，这个有一在他做好像那时候他做一个局级干部。在西北地区做局级干部，他的爸爸死了，他回到老家举行了一个他就去给爸爸去做葬礼。那么他爸爸是文化大革命被逼迫死的，被斗的，然后一生气就死了。死了以后呢，他就为了感谢这个帮助他的人呢，他就在县委招待所呢，他就准备了好像准备了两桌酒席。就花钱请他们做两人，就请着县委的领导来吃饭，因为他的级别那时候比县委领导也稍微高一点，他想可能会有人来，结果谁都没有来，为什么不来呢？因为他的爸爸是，因为这个犯了政治的错误死的，没人来，最后这一两桌席都做好了，没人来怎么办？那不能浪费嘛，对不对？他就请了些厨师啊，那些做饭的，那个打扫卫生的，整个餐厅来把这个两桌席。吃掉了，我看来我印象挺深刻，对不对？这个上帝他不会让他这个宴席没人吃的，请的人不来，那没有请的就蒙福了，本来那些没有机会的人就蒙福了，本来那些没有资格的人就蒙福了，本来那些不配的人就蒙福了。你看这是上帝的一个原则，很奇妙，对不对？所以主人就告把那个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其实在之前耶稣在跟法利人讨论这个宴席的时候也说过，光请邻舍、请你的朋友，这个不叫请客。为什么？因为你请了朋友他会请你的，你们是两边是公平的。可是你请了这些瘸腿的、瞎眼的、欠债的、愁苦的这些人来，这些人是请不起的。你请他吃这么好的宴席，他请你回请你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才叫真正的请客，真正的请客。神的原则就非常的奇妙，所以他就把这些人请来了。那仆人就说：“主啊，你所吩咐的我都已经办了，还有空座，还坐不满。”主人就对仆人说：“你出去在路上把篱笆那里的，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宴席就是要大家享受，宴席不是一个人的。所以当主人命令的时候，他非常的奇妙，他就想到了所有的
那些过去不配的人。这就是其实当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已经很清楚了，第一种人是属于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他们不去。那第二种人是属于犹太人，犹太人这些瘸腿的、瞎眼的，那些犹太不是法利赛人的那些犹太人。那第三种人在篱笆里的，篱笆那里的是指在救恩之外的外邦人，是我们这一群外邦人。所以今天福音传给了我们啊，传给了我们，我们非常的感恩。所以上帝想到我们的时候，他就让他的仆人快去把所有不配的人找来啊，不配的人找来。苏格兰有一个宣教士啊，就教职啊，史格。这个宣教士呢是一个身体有残疾的小学老师，那么他是早期在内地会的中心人物啊，在内地会我们知道是戴德生带领的内地会，那么他参加了内地会的侍奉，在内地会里边非常的蒙主使用，蒙主使用。当他来到中国要做宣教士的时候，戴德生应特没有他，那戴德生就问他说，你只有一条腿，你为什么要去做宣教士？那么他回答说，因为我看不到双腿健全的人愿意走宣教的道路。你看到没有，很多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多么健全我们就能够被神使用啊，神使用了他，让他做了很大的事情在中国，因为他看到很多身体健全的人在追求世界，而他这个时候他却想到上帝的呼召，他愿意把自己摆上来到中国来宣教。所以当一个人呐，你看到上帝拣选的人不在于你多么世界人看你多么好啊，有的是世界看着好的人啊，你不愿被神所用，上帝不用你，上帝用的人上帝就会给他恩赐。我常常说上帝用谁谁就有恩赐，因为当你愿意的时候神就把能力给你。上次我们讲到这个，上帝又给5000银子、2000银子的人，每人的能力不同啊，但是他愿意为主使用的时候，他就能够100%的使用他的智慧，使用上帝给他的能力。你们你看能力不同啊，有5000银子的人啊，我承认我不是5000银子的人啊，我是2000银子的人啊，你是几千银子的人，你说你要做1000银子的人吗？你当然不愿意做，1000银子就麻烦了。所以你看上帝给我们的，那天我讲上帝给我们的有多少呢，这5000银子是你一生都用不完的啊，5000塔连德，一个塔连德相当于卡森说相当于72磅啊，在解经书中说相当于50磅到80磅之间，一个人一个塔连德相当于一个人20年的工作日，6000个工作日，所以你一辈子工作40年，那你就是差2个塔连德就够了，上帝给最少给你1000个塔连德。所以我们恩赐多得不得了，我们都没有用啊，很多都埋没了，对不对？你看感谢主，你看今天你看带敬拜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就越唱歌他们越喜乐，越唱歌他们的歌声就越美。你知道你不管你的歌唱得多么好，你老有不唱没有用的，对，老有不唱有什么用啊？你再好你不唱门知道你会唱歌，对不对？你不能被神所用。所以你看我们有恩赐的，你看我们今天你们今天看到我们圣餐这个桌外边的那个布，那是叶敏姐妹来了好几个下午就自己开始来，就默默在这砸，为了圣餐让我们的能够更显得更正规更好，你看做得很漂亮啊，都按照这个那个吼跳的标准来做的。你看到我们这个窗帘，上面这窗帘这都是我们做的，但是正义上帝，我跟正义我们俩挂的，我们俩我50多了，他也快50了，嗯，快60了，不要说太大了。你想一个60岁的人上去，你给我上一下试试去，那么高梯子，我们用2个梯子，不是一个梯子啊，一个梯子不够高，又接一个梯子在上面上去，那掉下来，那我们就见主面了。我们也知道这危险啊，你知道，我还高血压，我还有点这个低血糖，这个肾高的毛病都。但是我每次上去，我都祷告啊，你知道？你看这些同工们，真的，今天我们坐在一个美轮美奂的教会里边，
你要想到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有同工付出他们的爱心和心血，上帝就悦纳，你的恩赐就被发挥。你们什么恩赐被主所用？有一天你到那说，主啊，我到天堂的时候，我哎呀，我起码我在教会里挂过窗帘，你知道吗？这也是服事。上帝，我这大事，神说好了，大事上不说了，这小事上忠心，感谢主，那就把大事也赐给你。小事上忠心挺重要的。我常常感恩，我真的为我们教会感恩。有的时候出去真的是别人想说到我们教会的好处，我也是听着心里挺美滋滋的。我常常会谦虚说，我们教会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努力。我们是一个新的教会，这有8年的历史，一群新的基督徒，那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但是真的是感谢主，看到弟兄姊妹对这个教会的热爱，啊，对这个教堂的热爱，啊，我很感恩。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进入这个宴席之中的时候，是何等的一种喜乐呢？我常常想，一个人能请我吃饭，那是何等的喜乐呢？我记得我在逃亡的过程中，我看到过年的时候，我在走的时候看到家家灯火通明，万家灯火里边，在家家都在享受宴席的时候，我孤独一个人，我想谁能开个门让我进去吃饭呢？那一定是我最喜乐的，很少啊，对不对？我记得我从苏联回去那天，那苏联把我驱逐出境，那天是过小年了。马上就过大年，那天就是小年那天，过大年了，就过了元旦，那个就马上就要过那个春节的之前，我记得好像过2-3天就春节了，我就常常想到我们东北话，什么28把面发，29蒸馒头，大年30坐一宿，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人人家家过年的时候，我一个人从苏联回来，那苏联回来是没有路的，我去的时候我看好地图了，我就奔那儿去了就出去了，回来我不知道往哪儿走，你知道吗？就是我因为我转多久可能还在他的境内在转，所以我必须知道那个黑龙江，我必须横跨黑龙江才进入到中国境内。我走了2天2夜，一个人走不动啊，那狼就在四处叫，挺吓人的，那雪大概到腰那么深，你走一步，我记得有一个到一个荒岛，我一下掉到一个那个雪沟里边了，我就在那转了转了，走了大概2-3个小时，我发现越走怎么还在岛上呢？我觉得不对呀，我大概知道那个岛很小啊，我为什么走不出去呢？哎，我就坐下就想到鬼打墙那个故事。小时候就老师给你讲，爸爸妈妈给你讲鬼打墙，说你就在原地转，鬼四处给你筑个墙，你就出不去了。你知道那挺吓人的，那黑咕隆咚的，那么冷，那我就祷告，因为鬼怕耶稣嘛，对不对？我主，你是道路、真理、生命，给我道路。我就坐下来一看，一个大沟，我掉进去了，我在沟里转呢，我当然转不出去啊，我就爬上去了，走回去，走到了一个小村子，啊，几家灯火，哇，觉得有点盼望了，快饿死了，快渴死了，渴了就吃雪，我就敲开一个门，我一个人一打开，他看到我，他吓坏了，他讲了一句东北话，哎呀妈呀，你吓死我了，你干哈的你？这个东北人家就是你吓死我了，你是干什么的？就是这意思。我就说我过路的，我想要碗水喝。他说那进来吧。东北人很热情，他也没有怀疑我是偷渡的。那就在边境，那是很容易被怀疑的，你知道吗？那我就到他家，我一到他家我就不想走了。他家你知道摆个小炕桌，就像犹太人吃饭那个炕桌似的，上面放点剩菜。哎呀，我一看，我又能够被请参加这个宴席，不要说国王那么好的宴席，就今天这个农民家这点剩菜给我吃，我都已经很幸福了，对不对？但是我又不好意思，人总是这样，我就说他就给我一杯水。不过这个人真的好，我现在还记得这个人，我常常为他祷告，希望神拣选这个人。他从湖南来的，湖南到东北20年了啊，这个湖南过来的一个人，他给我弄一大缸子白开水，里边他放了，就把他的糖罐子剩一半全扣到里边了，那一罐子糖，我立刻体力就得到补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放那么多的糖，我想他看到我这个样子，那我的胡子那时候很长嘛，胡子很长，头发全是白霜，那胡子头发全是冰，都冰瘤子，他看到我可能需要这个糖的养分，他懂，我那一杯糖喝下去，我力量一下就来了，一下，可是我就不想走了，我想在他们家睡，东北人就一条炕嘛，我想我就在这睡，后来我想不行，这是边境，太危险了。
他也危险，我还是走吧。那时候那脚就跟你走路就跟针扎一样的疼，你走两天两夜在雪里边，脚都不会回弯，你的筋都受伤都不会回弯，就那种情况。人会想到这个宴席被邀请，你能进入到一个宴席之中去，那你是多幸福的，多幸福的。教会也是，对不对？所以教会弟兄姊妹吃饭的时候，你会常常想到新来的人呢，他们怎么办？他们不好意思来吃饭呢，看到你们在一桌，大家都不认识，他就不好意思坐过来，对不对？那我们的同工啊，就应该主动的邀请他，像耶稣邀请我们一样，邀请他坐在上座上，客人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为他去拿饭，给他倒水，热情的招待他，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尤其第一次来的还好，我们叫第一次来的都是牧师啊，我们的长老啊，同工啊，请他吃饭，我们一起来坐在这个新人席上。可是第二次来，第三次来，第四次来就比较麻烦，你知道吗？还没有进入到小组，还不认识人，那又不好意思去新人席，那怎么办？我们今天又准备一个席位给这些还没有进入小组不熟的，我们大家可以进入那个席位，我们有同工陪你们吃饭。这个我有感觉的。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次参加一个特会，去一个教会，教会蛮大的啊，可能上几百人、上千人啊，在纽泽西，离我们普林斯顿很近，我就去了。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呢，吃饭的时候没人跟我吃饭，没人跟我吃饭。你拿着碗，拿着这个盘子一碗饭，你转一圈看着没有一个你认识的，人家说的聊天聊得很热烈的时候，你很不好意思。你说那对于女生，你也不好意思凑过去。那对弟兄啊，你人家满满，你也不好意思凑过去，人家都不认识你，人家谈的东西你也听不懂，啊，谈的都是这中国人都讲英文，你知道吗？然后讲的都是跟股票什么其他有关，我们都听不懂，你也不好意思去。哎呀，我就一个人在那吃饭的时候觉得很难过，如坐针毡，真的就是觉得很好多眼睛看着我说这个人来干嘛，多余的嘛，啊，其实布道会是给大家的，对不对？我就很难受，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明天。因为三天布道会，我说明天我还来，但如果明天没有人陪我吃饭，我就不来了。那时候还有血性的，我说明天必须有个长老陪我吃饭，长老级的干部，对不对？这很有意思。第二天晚上就有一个人坐在我对面，哇，我们俩谈的就开始谈这个，谈耶稣基督，还有谈一些神学的问题。哎呦，我发现这个人可以做我的老师了，我们俩谈的特别高兴。啊，谈到最后，你看有一人跟你吃饭是不太一样。谈到最后时候，他突然问我：“你是长老吧？”我说：“我不是，我还以为你是长老呢。”他说：“我昨天来啊，吃饭没人跟我吃饭。”我就祷告，如果不是个长老坐我对面，我就不来了。哎呦，我说咱俩祷告是一样的。你看今天你坐我对面，我坐你对面，他还没受洗呢，我也没受洗呢。那会儿咱们两个以后都是长老，我告诉你，放心好了。你知道这人是谁吗？我不告诉你名字，这是后来做了牧师。一代人特会他来了，我们俩你看我看你还笑呢。当年咱俩坐一起的时候，还不到有呢。今天我们俩都成了牧师了，他去中国大陆宣教，在北京呢，常驻北京。他是一个化学博士，辞掉了，生化博士辞掉了，去北京宣教去，已经做了好多年了。两个孩子一起带回北京，你看奇妙不奇妙？是不我们都成长老了啊，我们都坐在对面，感谢主。很重要的，在天国吃饭的人真的是有福的。我常常讲，什么样的福气可以跟主耶稣一同吃饭呢？那些犹太人何等的福气啊，主耶稣坐在他们的里边，谆谆的教导他们，给他们讲一个这么形象的比喻，告诉你们不应该弃绝救恩。你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今天就来了，就在你们面前。当然那些人有借口说我不知道啊，如果你早说你是弥赛亚不就完了吗？你早说你是其实神不断地告诉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神那里去。神一次次告诉犹太人，他就是那一位，他就是那一位，甚至在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还告诉他们他就是那一位，可是他们却不相信他，放弃了这么美好的救恩，真的可惜，真的可惜。讲一个小故事，说很久以前，神派天使来到世界，来看看他所创造的人怎么样。那么有一天，这个天使就来到了一个很晚了，来到一个小村子，那么就这个村子就看到两个房子在他的前面，一个大的豪宅，
啊，豪华敞亮，另外一个矮小破旧。那天使就想啊，我今天晚上住一宿，那我一定要找这个大的豪宅，因为他家房间多，他一定会接待我，一定会接待我。这个他就找到那个富翁，说我可不可以在你家住一夜？这个富翁说，富翁看他的样子也不像什么太体面的人，就说不行不行，我的家不行，我们这个不给你住啊，不给你住，这个我的房子装满了这个那个，这个怎么样都是有借口的，有借口的。然后呢，这个天使只好转身离开，就去敲对面那个又矮小又简陋的房子的门。结果主人出来了，一对老夫妻。那主人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天使就说，今天天气很晚了，我可不可以在你家住一晚上？那个主人非常欢迎他，说，哎呀，说太好了，但是我们家呢非常的简陋，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用，我们太高兴了，你能看得起我住在我家。所以那天使就高兴地走进去，那穷人和他的妻子就热情地招待他，用简单的食物跟他分享，然后他们一起谈得津津有味，谈得很高兴。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天使要走了。天使要走的时候，他又做了早餐给天使吃。天使走了一段时间，他就送他，给他送很远，说下次路过再过来啊，我们欢迎你。天使就回头说，我在你住了一夜，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以给你三个要求，你提出来我一定会成全你。那个人就说，我没什么要求。他天使告诉他，我是天使，我是上帝派来的，你的要求我都会答应。哇，这个就他就相信了，他就说，那好，我提两条要求啊。第一个，给我永远快乐。你会要这个？你看这个人，他首先想到是精神的需要啊，他没想到物质的需要。那我们要的都是要世界的东西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不同，他说我要永远的快乐。第二点说，再来一条，他想了半天说，哦，让我们有生之年夫妻健康。这个很重要，一个快乐一个健康。说再想一条，没了，想不出来了。所以他是穷人，他想东西太简单了，他不想物质的东西啊。天使说，难道你不想你的房子好一点吗？啊，他说如果当然有一个好一点房子，那我们也很高兴。结果他回头一看，他的房子变成一个跟那个富人一样的一个房子，很漂亮的一个房子。那么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富人早上起床了，哇，他一从窗看到对面一个破房子变成一个比他还漂亮还有品位的房子，他就吓了一跳，他说这怎么回事？他就把那个穷人叫来了，那穷人就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哎呀，他就非常的后悔啊，说我怎么不知道他天使呢？他要早告诉我天使，我不就接待他了吗？那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婚宴的比喻，如果犹太人知道他是弥赛亚，会不会就能来参加这宴会呢？不会的。耶稣说了，弥赛亚来，他不会说让你看到你的眼目中物质的弥赛亚，明白？我们今天我们都是从眼睛来看的。弥赛亚来是取一个卑微的样式，卑微的样式，他认同穷人，认同那些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欠债的、愁苦的。他来了是为每一个人来的，他不仅仅是为那些宗教领袖和那些富有的人。所以我看他说，当神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也许我们不认识。所以圣经说，我们要乐意接待远人呢。我们接待不知不觉，我们就接待了天使啊。你们，你看刚才这就接待了天使。我最近也没少接待远人呢。最近我就常常是有时候，哎呀，心里边说，哎，这么多人，怎么为什么老找我呢？那奇怪，路过的也找我。没事也找我，我这就没闲过。孙医生前几天去了德州，走了立刻就来个日本的客人，来找我。日本客人来了，来了就昨天又来一个牧师路过这里又找我，又找我。然后昨天又有几个台湾来的要去白宫祷告的又找我，所以我这就每一天就是花很多时间来安排这些人，也影响我这个写讲章。但是我常常想，为什么都找我呢？师母说，因为你人缘好，你该感恩，感谢主，人们愿意找你，找你好，我相信是好。这些八年来教会里边是我们家是接待讲员的，接待过路客人的，一般我都不找弟兄姊妹的麻烦。大家为我们祷告，给我们这心胸更宽，所以我们也不知不觉也接待天使，接待一群为我们所祝福，给我们教会祝福的人。所以感谢主，大宴席的比喻是讲关乎如何进天国的，
当我们听完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知道两个重点。第一个，神为我们预备救恩的筵席是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这个筵席没有条，有条件吗？没有条件。没说你来了你要交什么钱，没说你来了你什么样的地位才能参与宴席，没有条件的。神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因为我们常常的积德就为我们预备救恩，不是的。神的救恩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神又把我们找回到神的家中，他甚至不惜让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能够得到美好的救恩付出他生命的代价。这是第一点啊，没有条件。宴席昂贵，我说了，你做这种菜，你这么好的天国的宴席，一定是你买这些东西是昂贵的，可是我们却不用付任何的代价，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了代价。那么第二点，虽然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没有条件的，但想进天国你要付代价。这个代价包括舍弃你的地，舍弃你的牛，舍弃你的妻子。不是说不要你的妻子，是不要把你的地，把你的牛，把你的妻子超过神的婚宴，神的宴席。当我们把这些物质的东西放到第二位的时候，我们才说我们真正的得到了生命的真谛，我们懂得了什么叫做生命哦，啊，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很重要。所以在这个神的恩典之中，我们可以重新的成为圣洁，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需要付代价。当我们的工作啊跟神的事情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要让位给神的事情，因为工作有一天你会辞掉的，有一天你会退休的，而有天也会lay off你的，你知道吗？我们却把工作看到我们生命的全部一样，去玩命玩命啊，神的事情我们都忽略了，我们也不去传福音啊，然后我们也不去聚会，我们甚至辞道啊，这个不合适。有一天你会工作是持续的没有了，但是神的救恩永恒的，就要知道这个。那我们这个非常的重要。那第二点啊，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家庭婚姻，我们要交托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掌权的，而不是超越了神，不是超越了神。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我们遇到孩子啊跟教会聚会发生冲突，我们就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嘛。我们遇到妻子啊跟聚会发生冲突，我们把妻子带到教会来嘛。我们一起来享受着上帝的教会里有儿童的 program 啊，我们也一起来敬拜神。那妻子，你的妻子又美丽又会唱歌，可以参加诗班啊，可以一起来侍奉。你在侍奉中你会找到一种喜乐啊，是你过去没有的。我们感谢主啊，感谢主。所以我们常常想到我们主给我们预备的婚宴。当我们讲到这个婚宴，最后的一个婚宴，主说要坐满我的屋子啊，当我读到这段话我更感动。主说要请的人坐满我的屋子，我的屋子是表示是神的教会，神让他的儿女们坐满他的教会，因为神在教会里边，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当我们在教会里边敬拜神的时候，就像一种婚宴一样，像一个宴会一样，一个喜乐的有神同在的宴会。所以这一切的婚宴最后指向启示录第19:7-9那个最后的羔羊的婚宴。7-9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上帝真实的话。我们很感谢主。所以这个羔羊的婚宴，启示录最后告诉我们，那个羔羊的婚宴是婚宴的高峰啊。那个羔羊代表耶稣基督，代表耶稣基督。所以那个心腹代表教会，也代表被神所招来的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装扮整齐了，我们也预备好了，我们来赴主耶稣的婚宴啊。那么这个羔羊的婚宴是表示说，有一天主要接我们啊，要与我们联合在基督里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一起在天堂，在上帝的国度中有一个婚宴等待着我们去参加。你预备好了吗？啊，你知道今天那个婚宴里边有没有你的名字？你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因为当你到一个宴席的时候，你会看到都那个宴席上都放满了牌子，啊，然后你们按找着你的名字，按照那个牌子入座。如果你在殿堂找一圈，你发现没有你的名字，那很惨，那真的很惨，那到时候你就哀哭切齿了。那我才懂什么叫哀哭切齿。如果吃饭的时候你去一个婚宴，你去了，到时候你发现所有的牌子都摆满了，你到走了一圈，你看不到你的名字，你觉得你就很沮丧吗？你成了局外人了。有一天我们到天堂的时候，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那个时候有我们的名字，而且那里不仅有我们的名字，有耶稣在我们的面前，有尊贵的公义冠冕为我们存留，啊，我们感谢主。所以很遗憾的是，今天当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邀请我们的时候，我们却不肯进入他的国，我们也不肯进入他的宴席。所以耶稣说：“看哪，我站在你的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一同坐席。”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邀请。所以主耶稣也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但愿我们都能够被神看作配神的国的人，得他的喜悦，讨他的欢心。那我们下个礼拜就是布道会了。那我们昨天晚上我给三娟打电话，三娟说感谢主，他们在南湾一个布道会啊，八个人信耶稣啊。他在演出之前我打电话给他，因为我要他礼拜天的敬拜的歌曲啊。他说你电话打得正好，我们刚要上台，赶紧给我们祷告，要为他们祷告。对，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呢结束了，我们有一个祷告会，我们的祷告会要专门为这个三天的特会来祷告。礼拜五晚上他演奏的是古典的圣乐，然后我有一个短讲，有个分享，然后我们要请牧道友来的啊，要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教会的聚会，圣一个盛大的聚会。那礼拜六他演奏的是所有的关于这个古典音乐，像有莫扎特、肖邦、贝多芬，还有柴可夫斯基，那他会讲述他们怎么能够写出音乐来的。那你可以带孩子来听，你的孩子如果学音乐的、学钢琴的，你可以让他来听。那么5岁以上的可以坐在大堂里边，爸爸妈妈陪他们坐在前面。你有小孩进来坐前面，不要坐在第一排，坐在第二排以后就好了。那小孩不要闹啊，不要闹，让他听音乐。听音乐可以来的啊。那礼拜天三桌在我们中间来带领我们的敬拜。那礼拜六的上午我们有一个诗班还有敬拜赞美团队的训练啊，他有一些分享给我们。那我也盼望在说我们诗班和敬拜赞美团队的同工我们都能来啊。那天我们也希望礼拜天敬拜的时候能够青少年能够参与敬拜啊，跟三桌一起，因为三桌是一个中美混血，他是一个这个中美爱情的结晶，他这个英文是他的母语，中文也是他的母语，他跟我们不太同啊，我们是一个母语，他是两个母语，所以他对青少年很有负担，他也希望说有青少年参加我们的敬拜。所以我们今天大家看到我们单张中拿到一个单张啊，这个单张你看到了，不仅是给你的，你要把它给你的朋友。那还有我们如果发 email， 我们发会这个礼拜还会发 email， 发两次给大家。你拿到那个 email 的，看到以后你别把它关掉，你把它立刻 forward 给你的周围的朋友。就如果在大华府住的，你赶紧给他们 forward 给他们。你花10分钟的时间，你不用多，10分钟时间你可能发10个人，甚至更多。有的自己有 list 的，唰就出去了，那发更多的人。所以这个我盼望弟兄姊妹都动员起来，也为我们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